师傅与料理秀。杰瑞师傅，欢迎杰瑞师傅。大家好。虱目鱼的香气、虱目鱼的口感，还有虱目鱼肚的油脂，都是超棒。当他看到虱目鱼，就会觉得哇，是会兴奋。尤其看到虱目鱼肚汤，哦，也很棒。干煎虱目鱼，干煎虱目鱼，椒盐虱目鱼肚，红烧也好吃，都好吃。可是除了这以外，你不知道虱目鱼其他地方怎么弄。嗯，虱目鱼的背呢？虱目鱼的头呢？它会其他怎么办？头用卤的？去哪里了？哎呦！头很多会拿来卤啊，背也是啊，背会做成鱼干啊，对啊，台南的小吃。虱目鱼要问我，我是台南媳妇，对，台南媳妇哦，我很会杀虱目鱼，哎呦，有诀窍的，真的真的啦，不要小看我啦，虽然我长得温柔婉约，其实我很哎呦，基本上我小看你，这就没几个人知道哦，你不能这样。我跟你讲，那个背我拿来干嘛，你知道吗？我把那个背的部分啊拿来呢。用那个烤箱烤一下，三几丝啊羊，一点点的胡椒，哦，鱼背，椒椒，鱼背肉，那个是下杠下酒菜，哦，真的。但我们今天刚好他用的是虱目鱼肚，还有带来的菜名叫做第一道泰式椒麻虱目鱼肚，泰式椒麻虱目鱼啊，先来一道开胃菜，辣，对对，是一种凉拌菜吗？嗯，也算对，椒麻鸡的做法，椒麻鸡的做法。那我们今天运用这个虱目鱼肚来做，哇，哦，水哦，哇哇哇，五分钟，哇，就 OK。泰式椒麻虱目鱼肚，计时开始。好，那最开始呢，我们用到这个已经去好骨的虱目鱼肚，那我们直接虱目鱼肚太吸引人了，它开成大块，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，嗯，没错。虱目鱼肚怎么会这么迷人？哇，虽然它刺很多，但是不奇怪，就是很迷人。早期虱目鱼都卖一整只啊，对，哦，那是大家觉得不好杀，后来开始分部位拿出来卖，对，后来分部位卖，对，以前就卖一整只，大家就买吃比较少。接下来认识发明拿刺这个杀这个虱目鱼的人，拿了什么？这边呢就腌了这个香茅碎，然后还有花椒粉，香茅碎跟花椒粉。然后倒了什么玉米浆糖啊，果糖，然后果糖酒。为什么要用果糖呢？因为它溶解的会比较快，比砂糖来的快。那我直接加味霖可以吗？味霖也可以，但它的甜度比较低。麦芽糖可以。味霖甜度比较低。对，麦芽糖也可以。麦芽糖也可以，如果你不赶时间的话。但我现在五分钟有点赶。哦。麦芽糖比较难。麦芽糖融比较慢吧？哦，对。对。但是应该会比较香，对不对？时间过了一分钟。有可能。哇，好，那这边呢，我们让它腌制之后，花椒，好，换碟，来准备，好香哦，苹果吗？还是枣子？青苹果，很像哦，很像枣子，很分不清楚，很小颗的青苹果，它就这样更像枣子，好特别哦，对啊，用青苹果。长得像枣子的青苹果，因为枣子现在越种越好，越种越大颗。对，真的。以前还好啊，现在很大一颗啊。对，屏东的枣子超大颗。哦，哎，这个也可以用枣子煮吗？可以啊，也可以啊。都很特别。你把青苹果取代黄瓜了嘛？对不对？对，取代黄瓜的部分。哦，所以它原本是用它带出来的这个酸度跟果香气会比较。对对对对，比较是用黄瓜丝对。我长知识了。时间过了两分钟，哎呦，一定要用青苹果？也不一定，也不一定。红的可以吗？红的也可以，但会比较甜一点。但我希望它可以吃得比较酸一点，带酸酸的，有点带酸。对，青苹果比较带酸。它的泰式椒麻带酸辣，我想比较适合青苹果，太甜了。它的其实拔辣也不错了。嗯，拔辣也不错，拔辣也有一点带酸，吃起来会比较轻。总之就不适合太甜的水果。对，不适合太甜。你真的放的也 OK 了，其实 OK 了。看个人，就是每个人喜欢的口味不一样。你喜欢吃榴莲，也可以加榴莲。榴莲不行了，榴莲啊，是吗？你味道不大。我就要吃脆口的，谢谢，不好意思啊，周君姐。这边呢，我们就直接放进来炸。别炸。油温呢？油温尽量是抓在高温，大约170-180。你这大概只有150哎。真的假的？那么准？没有，看油温也拌了15年了。陈哥现在的手指头就是温，要买温度计啊？你要不要试试看？
没有跟这个功力。专心一点，专心一点。然后在蔬菜的部分呢，我想要让它吃起来没有那么的干涩的话，放一点这个橄榄油，然后一点盐巴，那么干涩。对对对对，好像在拌沙拉这样。嗯。对嘛，太干不好。对啊，还是有点湿润会比较好吃。然后这边呢，我们就直接铺上去，铺底，蔬菜的底，对，这是底。哇，太热闹了。哎，吃这个会瘦哎，会瘦瘦的，真的吗？对不对？光吃纤维质，对，纤维质呢又好吃，对对对。接着呢，我们来准备做一个酱汁哦，就是泰式椒麻常用的酱。然后这边呢，柠檬汁，柠檬汁。然后大概四瓣的蒜头碎，蒜末，的辣椒，辣椒，朝天椒吗？啊，朝天椒吗？朝天椒会不会太辣？不一定，不一定，都可以，就要看自己吃的辣度。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喉咙，乌醋，然后吃的温水一点，然后一样加果糖进来，然后一点点的蒜碎，啊不是香菜碎，香菜碎，香菜碎。香水是谁？那你的咸味呢？咸味在酱油。时间最后加鱼露一分钟。我这边就没有用鱼露了，不用鱼露哦。对。那泰式怎么会不用香油吗？香油。哦。哎呦。是哦。这不好厉害哦。熟了。对，泰式菜通常都会加鱼露。对。那我这边呢？泰式的部分，我本来给它着重在这个香料上面，就是我们会放这个香茅碎进去嘛。有，已经在附着在这鱼肉的表面，生生关火。哇哇哇哇哇，厉害！老师，你可以演奏《Money 我爱你》啊，比较不会那么快。你这个太快，噔噔。来，这个呢，淋上你的酱汁。哇，看起来就好好吃哦！哇，流口水了啦！香菜碎，哇，泰式椒麻丝木鱼露完成了，完成！哇塞，哇，哦，看起来已经口水流下来了啦，有点难过。第一次吃到椒麻的丝木鱼，对啊，好吃吗？哎，我下次回去一定要做。它闻味道就是泰式椒麻鸡，就但是没有鱼露，稍微有点不太一样，嗯，但那个香气是有。哦，很香嘛，可以闻一下。你也属狗吗？对哦，哦，不错。外表是香脆，里面汁开味。对啊，汁开味非常棒。你的比例调的蛮好的。嗯，非常好。金苹果加很好。嗯那个脆爽度在。非常脆。金苹果之前口感是很好的。非常好，酸。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对。